What's up? Oh!开金刚什么？哎，我没有一件货，因为兄弟快手有时间啊，快手有活的时间，有不活的时间，这是为什么？快手现在很多游戏直播不火。 狗东西在哪里？狗粪呢？看到他了？怎么打这个人呗？ 打完直播我下了吧，我受不了被你们骂了，还有说了那么多次，我不想玩了。你们可以去看你们的，你们觉得谁比我厉害的主播，你们一直在说我，去看他们吧，不想播了。一个晚上被你们说了，谁能受啊？谁能主播？受不了。 什么不要进黑粉呢？99%都是黑粉，我要不进99%在我直播间的人，怎么不听啊？
这个人不会还在吧？等待这个老六。 点点点，是不是跟你学的？那必须的，啥啥？去，帮个钱吧。 这个位置不行不？我要快走！又被打了，住不了，我要走。离开这个地方。我的马呢？啊？ 我的马呢？哎，死了！啊？啥意思啊？ 白走，好疼啊！我要有没有药品？有一个药品，我需要这个药品呗。啊，这还有，要不我上这个山。 打他们呗！快走！不知道他们几个人，我马死，还枪人头是吧？不是我马没死，他还好。这小小牛逼，这人要过桥啊，不然他要嘎了吧？ 你哥的！<笑>
他们不会是一个队的。这个四号不会帮我们打一下他的脸上的那个人吗？啊？这个四号是不是好好在房子里面不想露出来啊？真的无语了呗。 真的要知道，四号好兄弟在干什么？我们去干一下他在干什么？哦，哦，牛逼！他们不应该在独立吗？ 呀！